继李维嘉帮阚清子成功追星刘雨昕后，最近凭借着某综艺再一次大火的郑欣宜也喊话吴昕帮忙联系李维嘉追星刘雨昕。6月26日，李维嘉在微博上分享出和郑欣宜、吴昕的群聊，并邀请刘雨昕加入，还表示该来的还是会来的。随后郑欣宜转发微博笑称被安排的明明白白，开心。刘雨昕也回应到5G卡已安排，昨天已经开始投票了，姐姐们加油。